本队于国庆日当天执行毒品溯源专案，在本市仁德区一间以协助青年创业为名之借贷公司，查获第三级毒品凯他命203.52公克，依托米子烟油399.5公克，丧尸烟弹3颗，现场亦查获制毒工具1批，以及各式防身用棍棒刀械。全案寻后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